我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向所有观众道一声晚上好。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现场比赛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让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期待，这也是足球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天气好，观众热情，再加上我们的职业球员，哇，一切都是完美的。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看起来是一场十分重要的比赛。事实上，这里的每一场比赛都给人这种感觉。打一脚，双方都在追这个球，难得的机会，他的位置，哇，他渴望取得进球，但这次没能如愿。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死比赛，但却一次又一次将机会浪费掉。也许不会影响结果，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危急之中将球解围，洞察力不错，一早就看出来了，一出手就底气不足，很难再找出比阿劳霍防守更卖力的后卫，速度快，体力好。2022赛季那场西班牙足坛的终极对决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攻守两端都令对手头疼不已，打入了四粒金球中的其中一粒。那个赛季虽然皇马最终以巨大的分差赢得了冠军，不过那场失利无疑给他们当头一棒，13分的分差呀。将球拦了下来，很好的保卫，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他甩开了对手，漂亮的解围，惊出一身冷汗。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开始加速起球，质量怎么样？成功了，绝对的死角，门将只能行注目礼。有时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这个球就是例子，部位打得很正，门将无计可施。当然这肯定会增加比赛的观赏性，在我看来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虽然还有很多时间，但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一路带球提交他们，有了，比赛才刚开始，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中场拿到球只是开始，他们凭借手术刀般的传球和冷静射门抓住了这次机会。
好，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你们商量知识来收看这场比赛。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晴朗的天空在泛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哎呀，心情也不错，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啊。这里是亚洲最优秀的足球场之一奇遇体育场，场面相当壮观。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五环红钻对战 AC 米兰。哦，选择了贴地横传，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射门，他得分了，漂亮，快，很准。这球不能怪门将啊，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扑向立柱，还是无能为力。这么早就已经打破僵局，在我看来，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虽然还有很多时间，但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贝林厄姆很灵动的跑位，场上需要更多这样的球员。球在姆巴佩脚下，帕特里克·维埃拉这一次同样冷静。帕特里克·维埃拉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他的防守密不透风。这球没办法，禁区里已经站满了人，很难打穿。洞察力不错，一早就看出来了。很重要的一次拦截，奥多选择长传，准确度还需要提高。姆巴佩，贝林厄姆，一出手就底气不足，一记长传，球员们跑位积极，整个进攻组织很流畅。马丁厄德高，罗德里埃尔南德斯，啊，好，门前失射。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他都是门神，进行了准确的预判。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那巴斯滕尝试将球破坏掉，在舒服的位置拿到球。AC 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范巴斯滕，卡卡，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及时出现，再次化解了险情。转身向后传球，抬脚射门，你再看谁能够先拿到球。罗德里埃尔南德斯，梅西，贝林厄姆，他赢下了激烈的身体对抗。范巴斯滕，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马丁厄德高长传，哎呀，可惜不够精准呐。对方球员的这个动作有点大，马丁厄德高，贝林厄姆，球在厄德高脚下，保罗马尔蒂尼读懂了对手的想法，成功抢断。如果他想要反击，就需要提速。马尔蒂尼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帕特里克·维埃拉，哎，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弗朗茨·贝克鲍尔，特奥·埃尔南德斯将球拦了下来。卡卡，莱昂内尔·梅西，贝林厄姆，罗德里埃尔南德斯，又一次成功的防守，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不想给对方任何机会。马丁厄德高，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场地的宽度，他成功从对手脚下抢走了皮球，球出了边线。这个界外球罚得有些离谱啊，被对手轻松地断下，巧妙的传球，右往右的，奥多可以选择向内切，皮尔洛，马丁厄德高。There will be 1 minute added time. 莱昂内尔梅西，卡卡想要穿透射下球门，啊，一起来看他跑动时越位了。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一句话来形容上半场比赛的话，那就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试探。经过上半场的热身之后啊，下半场可能会踢得更加开放。主裁判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AC 米兰必须尽快扳回一球，让局势恢复平衡。既要大胆进攻，又要兼顾防守，这时候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发挥作用。范巴斯滕，这脚射门比较离谱，在球门正前方，他没能够把握住机会。我不得不说，他好像愣了一点儿。内马尔，球在梅西脚下。和红钻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呀。古河红钻反应很迅速啊，就地反抢，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脚下，球在姆巴佩脚下，他送出了长传，内马尔获得角球。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 第二次拿到了角球的机会，对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角球。帕特里克·维埃拉的解围，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角球既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球在莱昂脚下，卡卡，埃德加·戴维斯有很好的传球机会，准确的预判。罗德里·埃尔南德斯将球拦了下来，卡卡，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要快速带球向前，球在内马尔脚下，姆巴佩转移到边路，选择边路，如果路线再合理一点就好了。Substitution in progress. 帕特里克·维埃拉，球在莱昂脚下，拉斐尔·莱昂，古利特，古利特，同样的射门，同样的结果。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死比赛，但却一次又一次将机会浪费掉。也许不会影响结果，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拉斐尔·莱昂，专家级的拦截，
没错，他们就应该这样打，进攻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是的，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多久。球在内马尔脚下，球在厄德高脚下，威廉厄姆，罗德里埃尔南德斯，泰奥埃尔南德斯，梅西，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舍甫琴科把球传了出去，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罗德里埃尔南德斯视野很开阔，将球转移到另一侧，他反应敏捷将球拦下，他能组织起反击吗？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洞察力不错，一早就看出来了，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反击的好机会，往前传可以抢到落点，球在内马尔脚下，他选择打门。伊杰卡尔德这脚踢得很远，符合红钻，这下很可惜，没能杀死比赛。球在内马尔脚下，威廉厄姆，罗德里埃尔南德斯连续的脚下配合，不行，他很难冲击这铜墙铁壁的防守啊，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传到了防线，传出这样的球我也是醉了啊。罗德里，拉斐尔莱昂，要有速度才能反击，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弗朗斯贝克巴尔，伊杰卡尔德，现在他在边路拿球，天哪，绝佳的机会，弗朗斯贝克巴尔，马丁厄德高，内马尔，马丁厄德高很好的保卫，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他找到了突破口，姆巴佩头球冲顶，再次攻门，他渴望用进球来表达自己。好吧，这可能不会影响到比赛的结局，但放走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舍甫琴科，伊杰卡尔德，舍甫琴科，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得赶紧了，时间不多。好，漂亮，裁判的哨响了，估计吹的是越位。弗朗斯贝克巴尔已经是伤停补时，哨声很快就会吹响，比赛结束。精彩的比赛直到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双方都不缺少努力和拼搏，但最后只打进了一粒进球。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才知道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当他们比分落后的时候，我觉得主教练并没有给队员们很有效的帮助，他的球队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还是有可能扳平比分。
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非常开心地告知各位，今天是天空如洗，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天晴嘛，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海卡他绝不会浪费机会，天呀，我的茶还没泡好球就进了，埃德森这下值得同情，这种情况下简直是门将的噩梦，很明显被自己的后卫挡住了视线，看到球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晚上好，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这样的天气也是好到没有朋友那种，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看个比赛那太爽了啊。好了，一起来看比赛，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红黑的海洋，圣西罗球场人声鼎沸，好戏即将上演。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萨拉赫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梅西是绿茵场上的英雄，射手，赛场功臣，无所不能的救世，形成了一对一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塔卡漂亮的抢断，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弗恩建阳，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几乎立即就夺回了球权。梅西，萨马埃尔埃托奥，穆罕默德萨拉赫，绝不想输给对手。好球，有穿透的机会，很重要的一次拦截，略带责难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AC 米兰这个直塞球传的有点想当然了，根本没有空间。在舒服的位置拿到球，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萨拉赫那抬脚射门，这下失去了球权，不过再次攻门，真是不可思议。处在那个位置，他必定觉得自己能够进球，他仍不能相信自己居然错失了良机。很有威胁的传球，可惜没成功，往前传，巴西反击，埃托准确的预判，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直接射门，帕特里克维埃拉，穆罕默德萨拉赫贝林厄姆，贝林厄姆仿佛在和对手说，你牛你来怼我呀，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左边漂亮，很灵动的跑位，场上需要更多这样的球员，同时跃起，高质量的射门险些改写比分。我认为这球打得不错，没能打中目标让人有点意外。梅西，萨拉赫，球现在无人控制，争夺还在继续，这球传得漂亮，好漂亮，门前失射，双方都在追这个球。哎呀，这脚球他应该可以完成得更好一些。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化解了险情。马尔蒂尼，球在孙兴民脚下，孙兴民，哇，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危急之中将球解围，直接外球，坎塞洛，梅西，球在萨拉赫脚下，攻门，他成功的将球破坏。塔卡，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真是妙啊！质量怎么样？他渴望取得进球，但这次没能如愿。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死比赛，但却一次又一次将机会浪费掉。也许不会影响结果，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第二次拿到了角球的机会，对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角球。AC 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反击要来了，漂亮，他的预判非常准确。弗恩建阳，前面有队友在跑位，球在埃托奥脚下，
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他们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创造力，功亏一篑啊！长传边路，传球，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帕特里克维埃拉，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洞察力不错，一早就看出来了。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威廉厄姆将球拦了下来，将球转移到了边路，现在准备组织反击。威廉厄姆孙兴民在边路提供了一个接应点，皮球越过了底线，角球，这可能是上半场的最后一个机会了。这都能不进，简直难以置信。他在球门正前方，好说歹说这球应该进。这是中场休息的哨啊，目前为止场上的形势印证了那句老话，这种级别的比赛每一场都很困难。双方没能在上半场比赛打破僵局，不过场面并不枯燥，节奏也不慢，踢得可以说是非常精彩。Recandosi al box informazioni dello stadio riceveranno un simpatico omaggio.双方的较量再次开始。前45分钟的赛况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尽管双方都很努力，但临门一脚总是差一点。这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改变比赛的态势。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他没有越位，他终于摆脱了围堵，能进球吗？潇洒的进球！下半场一开始就非常精彩。反击就得这么打，迅速果断，毫不留情，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僵局被打破，比分变成1-0。他这样的表现确实很吸引眼球，即使他在比赛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围游走，但他总能寻得破门良机，这就是进攻的意识。一路带球走位，球在贝林厄姆脚下，射向球门，成功了，2球领先，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禁区里密不透风，能够找到这样的空当非常不容易，门将根本没法预判，确实有点不太走运。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乐观呀，一刻都松懈不得，主教练似乎一直在让他们朝着下一个目标而努力，如今下一个目标已经近在眼前，这场比赛他们一定会踢得很好看。萨摩埃尔埃托奥提交大门，继续领先3球了，比赛结果已经分晓。积极的跑动，灵巧的带球，进球是必然的。这球太精彩了，对方只能缴械投降。灵活的盘带，冷静的射门，这球太完美了。
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晚上好。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这样的天气也是好到没有朋友那种，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看个比赛那太爽了啊。好了，一起来看比赛。近一个世纪以来，圣西罗球场一直都是 AC 米兰的坚实堡垒，见证了这家俱乐部的光辉历史。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那我告诉您的话，比赛刚开始，别急。AC 米兰对阵 AC 米兰。罗纳尔迪尼奥，漂亮的直塞球。身体优势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精准的插脚怒射，哇，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你能告诉我这场比赛你特别关注哪位球员吗？我知道球迷们会认为我在选择中夹杂了私心，不过当你面对约什科·格瓦迪奥尔这样的球员，你很难不选择他。他是一名出色的防守球员，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后卫，他速度奇快，擅长带球推进，经常直插到距离对手球门18码的大禁区附近，当然要非常倚重他。往前传，卡福传中，飞身跃起，有没有？有了！这个进球很好的反映了他们的战术，等待对手出错，伺机发起反击。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啊！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显然十分奏效。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伊杰卡尔德及时断球，他们希望出其不意，以速度制胜。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多斯桑托斯传中，他想试试运气，绝佳的进球！再来，再来，再来！他们已经打疯了。这个变向幅度还挺大的啊，不过还是算他的进球。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对他们而言，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起脚射门。这次封堵赢得了场边不少的认可，封得漂亮。 AC 米兰拿到了角球，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角球。好球，这才是精彩的扑救，非常犀利，真是好球。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前面有队友在跑位，里特，姆巴佩把成功进了大门，哇、哦，只差一点啊！他很清楚自己必须在失去角度之前起脚，但其实可以稍稍减轻一些力量，好让准度更高一些。有机会射门，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卡福。有很好的传球机会，开始加速，卡卡传中，埃德加戴维斯越位，旗子举起来了。罗纳尔迪尼奥直接与对手过招，准确的预判，帕特里克维埃拉。罗纳尔迪尼奥，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那抬脚射门，继续，继续，继续。比赛才刚开始，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球门近在咫尺，不进比登天还难。马尔科·范巴斯滕显然是危险人物，对手却给他这么多的空间，完全是送礼的节奏。AC 米兰三球领先，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穆罕默德·萨拉赫，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呀。哈卡，球马上又被抢了回来，视野很开阔，将球转移到另一侧。对方没有一点机会。罗纳尔迪尼奥，罗纳尔迪尼奥想要靠速度突破，罗纳尔迪尼奥精彩的扑救非常有难度。罗纳尔迪尼奥极力想完成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没踢好。罗纳尔迪尼奥浪费机会啊，很难说这是最佳的选择，门将通常会很欢迎这样的射门。卡福，罗纳尔迪尼奥，维埃拉，很好的保卫，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舍甫琴科跑向了接球位置，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他不想给对方任何机会。又一次凶悍的防守，罗纳尔迪尼奥往前传，帕特里克维埃拉，他摆脱了防守，一出手就底气不足。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关于上半场比赛值得评述的时刻有非常多，总而言之不乏亮点啊，虽然形式上一边倒，但是过程还是激动人心的。AC 米兰上半场完全主宰了比赛，充满激情的45分钟打入三球取得领先。我们再次回到比赛，确实像这样被抢断的情况太多了，他们需要加快节奏。分到右侧，卡福球赛得漂亮，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他将对手撞开，夺回了球权。这一记传球有点离谱，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明显没有想到一起去。将球拦了下来，球被弹了出来。伊杰卡尔德，姆巴佩，王牌对王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现在无人持球，这一次还是无功而返。帕特里克维埃拉，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很好的保卫，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我看好像是越位吧，对，是越位。AC 米兰进行第一个换人调整，应该起脚了，出底线了，球门球。送出直塞，精准的传球，洞察力不错，一早就看出来了，一记直塞球，
保罗·马尔蒂尼迅速将球抢下，对方无功而返。舍甫琴科，漂亮，能进球吗？把球弄丢了，双方开始争夺球权。哦，他犯了个大错啊，要判点球了，获得了一次直接单挑门将的机会。彼得切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扑出来。切赫完美救球，这么好的位置浪费了。球在萨拉赫脚下，杰克尔德读懂了对手的想法，成功抢断，通过脚下配合牢牢把握球权。舍甫琴科反应很灵敏，门将刚刚好扑到。这脚射门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评价的地方，希望下次他能够完成得更好一些。舍甫琴科，舍甫琴科很有冲劲，但是没能处理好，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大卫贝克汉姆，前面有队友在跑位，把球传了出去。哦吼，完蛋，传空了，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AC 米兰自己挖的坑又被自己救了出来，这种情况他必须做出决断，他精确地算准了铲断的时机，哪怕一丝的犹豫都会让他吃牌或者被进球。干得漂亮，门前失射，他绝不会浪费机会，差距缩小了。在夺下球权之后发起了迅速的反击，整体进攻非常流畅，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好像是要换人。这只是一粒挽回颜面的进球吗？会不会上演大逆转呢？这下糟了，界外球。贝林厄姆，里杰卡尔德，里杰卡尔德将球拦了下来，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想要塞进去，但是路线被切断了。特奥埃尔南德斯，泰奥埃尔南德斯掉到前场，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哎，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特奥埃尔南德斯，他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在这样的转换机会中提速，再打回去。卡卡，古利特，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想法不错，可惜没能实现。再传回中路，泰奥埃尔南德斯，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他甩到了，机会怎么样？可惜啊，临门一脚欠缺准度。至少他们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进攻，后门得分是球场上最重要的事，而在此刻也是最难的事。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角球，他们在角球上占据着优势。他及时出现，让防线稳住阵脚。 AC 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反击要来了。威廉厄姆有很好的传球机会，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略带责难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AC 米兰这个直塞球传得有点想当然了，根本没有空间，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往前传，好机会，角球又是一次机会。球队里有好几名高个子球员，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尝试把球破坏掉，将会有三分钟的补时。一次犀利的防守，舍甫琴科刚刚破门得分，他们想要充分利用对手的这次失误，他找到了突破口，射向球门，
门将精准的扑救，化险为夷。无论是预判还是处理球都相当好。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角球，对手还只拿到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古利特出现把球破坏出去。时间到了， AC 米兰本场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战术素养、身体条件和心态几乎是全面占优，比赛过程非常顺利，该队的每个球迷都对结果心满意足。那么蔡慧强，你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比赛？ AC 米兰的中场不乏好手，应该说中路进攻像他们这样犀利还是非常少见，他们能够轻易的撕扯。